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倩倩。倩倩现在要来分享这两台迷你款的实际车拍给你们看哦。然后这一款是很复古的罗马款，这款是比较流线型、有点运动感的946。那给大家看一下镜牌。那像这个复古款啊，你看它的车车非常非常的可爱。然后它开机就是从这边，打开，有没有？它是从拧针的喇叭声，很可爱。然后你只要踩这里，就往前了。那你也可以比如说按停止，那它怎么踩就不会抖。那你也可以后退，然后踩这个就会往后退，就是操作非常非常简单，宝宝都会使用。然后它的皮革呢是这种仿真皮的皮革，有没有？质感非常好，还有车线耶。然后这里有一个后面，就是因为骑这台车的宝宝比较小，大概是 1.5 岁，所以他就是怕他说他如果一开始的时候比较不会那么掌握的时候，他这里有一个靠背就可以挡住，那他平常要休息也没问题。然后我也很喜欢他后面，你看太可爱了吧，有复古的正方形的灯，然后还有这个维士牌的挡泥板的感觉。然后再来呢，这一台是那个946哦，忘了说，他们呢都有大车轮跟这个辅助轮，两款都有哦。然后这款操作也很简单，但是这一款呢，它就是这样。好，但是它这样子开启，但是它没有那个前进后退的部分，那它就是踩着，然后就往前了。然后这里一样啊，它就是有这个靠背，然后它这个也是蛮好清洁的材质，有没有？很可爱。然后还你看它的造型非常非常的可爱，对不对？然后还有后面，